大概在工棚里呢。啊，我看看去。好啊，一会儿见。金花来过，哪个金花？拖拉机站的。没有啊。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？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，我在他那儿见过。副社长？嗯。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？你扯什么呀？副社长没结婚，连对象还没有呢。我真糊涂了，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。哎呀，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？他也叫金花。嗯，你等等，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，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。哎呀，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。他？嗯，走，找他去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跟谁生气呀？阿鹏。你看见他了？看见了。怎么样？变心了。不，不会。你死了心吧。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。副社长，副社长，副社长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？我能胡说些什么？祝你们幸福吧。哎呀，你看你。哎呀哎呀，干什么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，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？金花姐呢？咱也进去了，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啊。快去吧。对，阿鹏同志你放心。Thank you.
长，副市长，错了，全都错了，怪我多心呢，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。